万物流转，调教生命的罗盘，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里面有一篇叫做《玄冥武器编》，《玄冥武器编》第二十三，这是第二十三篇《黄帝内经》里面就有这样说，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鼻藏意，肾藏志，是为五脏所藏。这是玄冥武器编的原文啊，就在黄帝内经，我亲自看过，我按照原文把它放大引印出来啊。这个五脏，心藏神，肺藏魄啊，肝藏魂，鼻藏意啊，肾藏志，它这里很显明的有写个很清楚吗不过我们看看这个前面古人的注解啊，古人的注解在《灌顶书》里面，实际上《灌顶书》的引证呢、完全正确，《灌顶书》写的完全正确，是实际上《灌顶书》的说法是全对的啊。那么《灌顶书》的说法既然是对，后人不晓得运用而搞得这个很乱了、实在是不是办法。《灌顶书》里面它是这样写的啊，灌顶书原文他写说，贬析南经云，无脏者有气神，无脏里面所藏的有七种神，各火所藏也，大约藏藏着人之神气所含藏也，故肝藏分，肺藏魄，心藏神，鼻藏意与志，肾藏精与志。他这个完全是合乎原文。贬析的南经啊，一共有81难，81难的南，这个是南经里面第34难，明文写说五脏有气神，各合所藏也，然他不是用问答了，下面用然转语词来说明，藏则人之神气所含藏也，故肝藏分，肺藏魄，心藏神，鼻藏意与智，这个智是智慧的智啊，肾藏精与志也，这最清楚了嘛啊。他是按照南经第34难的原文完全按照原文抄下来，一字不漏。那么这个灌顶书完全有根据的说法，后人为什么不用啊？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所以内经南经我都看过，我为了这一点，就是因为他这个在时考证，我只看到那个在时考证我想我会信，我这个小小的会信没有人知道的，我来考一考吧，证一证吧，究竟实际情况如何，我就好好的下番功夫去查啊，查遍黄帝内经，查遍贬析南经啊，下了一番功夫查出灌顶书里面的说法第34难是完全按照原文，这是正确的，奇怪的是，
既然讲义看过讲这个紫观经，他也用很多这个观经里面的文字，为什么这一段他不用观经啊？这不是当时一时糊涂了吗？这个观经原文有明文，我照抄下来，这个抄的不就是很正确吗？为什么不用呢？这个的打天通理法师的执掌也很奇怪，也许他没有看到南经，这个南经也叫做难经呐、问难嘛，他可能没有看到，所以不知道这个观经所引证的是正确，他只是抄下来，第一说、第二说、第三说，实际上，这个扁鹊的南经是正确的。扁鹊就是秦越人，他姓秦，名叫做越人啊。他的出名啊，因为他的医学出名啊，人称他叫做扁鹊啊。扁鹊，这个扁字这么通用啊，我想这个陈水扁会用这个扁字很有关系的。你看这个扁鹊好了啊，扁鹊是一个大医王啊，他是医圣。扁鹊这个人，他住在81南的南京，他对于这个《黄帝内经》有很相同的互相帮助的发挥非常好，扁鹊是战国时代人，就是周朝东周的春秋以后的战国时代的扁鹊，这个扁鹊的医学呀、那是从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第一位医圣，那么因为他人死的他都能够医成活的，那实际上是没有真死的，没有真死被人误会以为是死掉了，可是到了他手头他能够把他医活了啊。这个原因啊，据说是这样子的，扁鹊他在平常时看病，有一天啊，他看到有人啊抬着棺材在他的门前经过，这个人抬着棺材啊，一边走路，那么一边还在滴血，从前坐在棺材恐怕坐得不好啊、这个缝缝里面会流出血水来，滴出的血啊，这个扁鹊因为他是医学家，他一看到这种情况，赶快就跑出去看，他看了，看到这个滴出来的血啊。是鲜的，新鲜的，不是坏血。他马上就叫人说：“你这个棺材静下来，不能抬出去，要抬哪里去啊？”他说：“死掉了，抬去埋啊！”啊，这人没死，看这个血就知道。他叫人把这个棺材放下来，把它挖开呢，这个人还正在出血，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是难产而死的。实际上啊，是小孩子生不下来，啊，因此他用针灸啊，一针就把小孩子哇哇倒地了，然后母子平安了，所以他秦越人这个扁鹊啊，他能够把死人移成活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实际上他这个人并没有死啊，被人误会以为死掉了。如果不是碰到扁鹊的话，母子两个都没有命了，啊。所以他有这种的能力，马上就传开啊，认为这个扁鹊了不起，是医圣，所以他做的书非常非常的流行啊。后人研究这个医学啊，离不开《内经》《南经》。那么这个《灌顶书》里面的引证既然正确，我们应当就要医用才对啊。这里我们这个大概关于这个。圆圆法师讲义里面这一段的引证的问题，我已经提出来说明啊，只应当他这个再次考证不需要了，不需要再次考证，最好把这一段文啊换上灌顶书的就可以了，因为灌顶书按照南经所说的经文所说的六个字，它还多了一个智慧的字啊、这个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所以应当是这样子是对的啊。那么这个按照医经所说呢，焚肠以肝啊，肝肠焚啊，就是我们人生的肝呢、它是藏我们的魂魄的魂啊，这个讲魂魄
是道家的事情，道家有这个铭文啊，道教的书本里面它有这个铭文。所谓魂呢、啊，他说人有三魂七魄，三魂七魄，这个三魂七魄呀，在道家的这个书籍里面都有这个铭文说明。三魂是什么呢？第一叫做台光，台湾的台啊，光明的光。三魂的第一叫做台光，第二叫做爽灵，人家说很爽的那个爽啊，是个人字，就啊一个大字的这个爽，啊，第二叫做爽灵，灵是灵魂的灵，第三叫做叫做油精，油暗的油，啊，精是精神的精，啊，他说人的三魂呢、啊，第一叫做财光，第二叫做爽灵，第三叫做油精，这是三魂的名称。我就是把这个名称列出来，有这个名称啊，三魂有这个名称是道家的事情，不是佛教的，佛教里面没有这个名称啊。道家的名称有三魂，三魂就是财光、爽灵、油精啊，这个容易记。七魄，魄也有七个名字，它有七魄。七魄啊，第一叫做四狗，狮啊，户口的户没有一点的那个狮啊。狗啊，就是猪狗的狗啊。第一叫做狮狗，第二叫做虎狮，虎啊，降服的服，人字旁的服啊。狮是狮掉的那个狮啊，没有透上去的那个狮啊。第二叫做虎狮，第三叫做雀鹰，雀孔雀的雀，黄雀的雀，鹰啊，阴阳的鹰，雀鹰。第四叫做吞贼，吞眼的吞，吞下去的吞，贼子，盗贼的贼啊。第四叫做吞贼，第五叫做飞毒，飞是是非的飞，毒是毒药的毒啊，飞毒。第六叫做除味，消除的除，味物味的味，不干净的那个味啊。第七叫做臭肺，香臭的臭。肺是这个人的肺脏的肺啊，这是七魄的名称。这个三魂七魄查字典就有了，查这个中文大字典啊，或者是辞海里面就有这些名称啊。我只是把这个名称念出来，不解释了，这个解释没有用啊啊，这只是道家的说法，有这个三魂七魄的名字啊。那么现在我们佛法里面很少用上这个魂魄两个字，就是这里经文有用上是借用，借道家的说法来帮助我们的解释啊。所以肝藏魂啊，魄藏于肺啊，就是肺脏，就是心肝脾肺肾的这个肺脏啊，肺脏就藏这个魄啊。它这里都有原理呀、啊，要细看《内经》《南经》里面都有说明啊。我们就是从略，这个不必细说啊。肝藏魂，心藏魄啊，这个魄藏肺啊。意藏于脾，脾就是我心肝脾肺肾的这个脾啊，就是腰的那个脾啊。所以这个意呀、啊，意志是藏在这个脾里啊。如果是按照南京的说法啊。他这个脾不但是藏意，还藏智，还藏智，智是智慧的智，藏智慧的智。他说这个脾上啊，还藏意跟智，啊，人的意跟智都藏在里面啊，所以叫做脾藏意跟智。那么脾是有两种，藏两种，脾藏意跟智啊，肾。肾是藏精跟智，肾藏精这个一般都知道的，还藏智，志愿的志啊，志向的志啊，肾藏精跟智。这是在一般医学的方术里面呢、啊、大致都是这样子说。那么这只能把这些名称呢、啊、把它列出来，多了一个智慧的智啊，
按照南经第34篇的这个说法，多了一个智慧的智。经文只有6个，啊，经文里面魂魄意志精神没有那个智慧的智，那么这个智慧的智应当就含在这个智字里面也可以的啊。他说，如果你在梵文呐、啊、正在修行的功夫啊，下功夫下了一段时间呐、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6样东西，六神呐、啊，啊，魂魄意志精神这6样东西，它自己会互相来往，互相升起一种特殊的作用。除知受身，知受身就指这个全身，指身体的总报主啊。也有的解释说，就是指这个第八欧赖耶识啊。也指这个全身，这个全身的身体总报主啊，它是不动的啊，因为它是身体的主要嘛。那么其他的六神在心内哈、啊，一界摄入，一就是其他这六神呢、啊，它在身体里面会互相交涉、互相出入，摄入就互相交涉、互相出入。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有的时候啊，魂会跑到这个下面的魄、意、志、精神里面去，啊，这个魄也会跑到魂、意、志、精神里面去，而意也会跑到魂魄、志、精神里面去，志也是一样，精也是一样，神也是一样，彼此互相来往。他们彼此互相来往，就叫做互相出入、互相摄入，相摄相出入，啊、那么因此他们这样子来来往往啊，就是好像人的这个客人呐、啊，啊，夫为宾主啊，啊，宾是客，主是主人，啊，如果是魂为主的话，其他五个就是宾，啊，如果魄为主的话，其他五个是宾。啊，他们互为宾主，这样子互相来往，互为宾主，会有这种情况发生。这个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只能说说而已啊。实际情况不是我们能够想得通的，因为这些一个人的这个身体、这个六神啊，它的变化情况，如果不是修行到这种功夫，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现啊。这种情况发现之后啊。会有一种情形出现，什么情形啊？他会听到说法，复于空中闻说法声，这个在空中听到说法，这个说法呀，实际上不是空中说，而是他的魂魄意志啊，里面的这个六神当中有一种啊，会显出这个说法的情况。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啊？他过去生啊。曾修过佛法，最起码他没有修这个法门之前，啊，还没有破誓愿之前，在刚刚开始要修行之前，以前就是今生或者过去生曾修过这个闻法的这个情况，听过说法，例如说，你们大家经常来这里听经，也许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做梦吧，做什么梦啊？梦见来这里听经，或者有这种情况，啊，假如你曾听过经，啊，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个魂魄意志精神六神最起码会有一个跑出来显出他当时听经的情况，他会把这个第八欧赖耶识啊，第八欧赖耶识里面他从来听过经的那种的实际情形啊，他会整个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浮于空中闻说法声，听起来好像在空中说，实际上就是在内心说。或闻十方同佛密意，或者是听到啊十方，这个十方就是东西南北四围上下，啊，这个方向距离多远，这个不一定啊，看他的情况，他同时敷扬，敷是敷扬，敷扬密意，密是微密。维系的意思呢，含维系的那个道理呀、啊，它在这个十方世界当中都有佛说法，
都会表现出来。他这个魂魄意志精神六神互相升起这种的互为宾主的作用的时候，同时就会闻法。而闻法的原因就是过去生啊，或者是今生还没有修法之前曾闻过佛法，曾听过佛法，那么个听法的情况啊，他在这个时候都会发现。所以啊，我们修学佛法要经常多闻法，多闻法的第八无赖耶识里面都有具备这个闻法的经验。闻法的种子很多，一粒耳根啊融为道种啊，听佛法跟普通这个世间闻是不一样的。你听过佛法之后，佛法一粒耳根啊融为道种啊，永久成为啊这个成就佛道的种子。所以这个闻法，我们听到佛法跟听世间法不一样。虽然有人不了解，我说啊，我这个我听过了，没有需要再听嘛，这很大的错误。因为佛法听过千遍万遍的情况都不一样，熏习越熟，将来作用越大。假如你能够听，经常去听经，帮助很大。摩诃止观有这么一个故事啊，说西岳有一个外道啊，他挑住很多很多的人头的这个脑袋啊，人头壳啊，人头的骨头啊，挑去卖。这个东西谁要买啊？卖不出去。哎，他就碰到有一个道人来向他买啊，他可以啊，我可以买来供养，但是我得要测验一下。怎么测验呢？他来个茅草尖尖的茅草，细细的啊，他说我来试试看啊。他怎么试啊？他把这个人头箍啊拿来，从这个耳朵的洞插过去，耳朵的洞啊用那个茅草插过去，从左边插过去，右边出来了，这个茅草插进去，从右边出来了，这个最贵。例如说他可以用100块钱跟你买，人家不要的东西要丢掉的，人家就觉得很可怕的这个孤陋啊。他如果是茅草从左耳进去右耳出来，右耳进去左耳出来，这个他买了一个，假定说100块。如果有的哈插得进去，只插了一半，可是没有办法出来，插一半没有办法出来的，这个他要买了，他说这个减半，50块，啊，能够通的100块，不通的50块。如果这个茅草完全插不进去的，他不要，他说这个送我都不要，丢掉。你为什么这样选择呀？这有我的道理，这个道理存在哪里呀？他说如果左耳进去右耳出来，右耳进去左耳出来，这个人呢、就耳根都通了，怎么会通啊？听经，这个人听经听多了，他听佛经听通听多了，而且他已经听通了，完全通过去了，所以他的耳根是两边透的，两边通，这个很稀奇啊。所以这个人呢、因为他有听经，值得供养，他有这个福的，值得供养，所以他买去供养，100块也可以买去供养。那么通一半的呢，他说这个通一半的哈，通不过去，是听过经而没有懂理，理还不懂，你可不要回去试试看哦。啊，听过经而听没有完全听懂，懂一半的哈，那只能通一半，通一半。啊，他说这个也可以啊，为什么？因为他听过经嘛，他懂得佛法呀，他听过经，这个也值得供养，不过价钱减一半。完全插不进去的，他说这个人没有用，这是俗汉，没有听过佛经，俗汉，这个没有用，你送我也不要。应当知道听经听多了，将来骨头还卖得出去呢。这是一种在摩诃止观里面的说法，提出来做参考，说明这个听经的功用啊、就是死掉了骨头啊，这个头盖骨还是能够测验出他听经的功效。所以这个因为他平常有听经的经验，所以这个时候啊，因为用功修行他会闻法
平常我们也听到有些人啊，他在打坐啊、用功啊，会听到人听到说话，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不能生圣解，生圣解就要出邪魔啊。所以下面接着就说：此名金波剃上以后，成就善种。这个金波两个字就包含六个字啊啊，因为它的文字四个字一句啊。此名金波，金波两个字就包含精神啊，跟这个魂魄意志，这个六个字统统包含在里面。因为他的这个六个，就所谓六神呐、啊，他们这个六神呐、啊，替地相离合啊，成就善种，就是过去多生多劫成就这个善因种子啊。这个善种不是今生才有啊，多生就来。多生就有这个善种，因为他成就这个善种的缘故啊，暂得如是，暂时得到这种的境界，突然之间发现，非为圣正，这不是正道圣人的境界。假如你认为正道圣人的境界，那是大错特错，啊，所以不要做圣正，只是生啊，认为我有这个经验啊，是一件好事情，不要生欢喜心。假如你在用功修行啊，听到说法，你不要生欢喜心，也不要害怕，啊，不做圣心名善境界，若做圣洁，接受群学，这个跟前文一样，就不必再说啊。那么第三讲完了啊，第四以下我们留着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两位。护持台湾救狗协会，邮政划拨户名台湾救狗协会，划拨账号500016766 500016766，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8660012001198660，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佛教慈悲置业曼殊势力中心，观音的慈悲普门品开课通启，日期4月27日起至6月15日止，共8堂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半，授课老师陈和明老师。因缘难得，欢迎有兴趣的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地址：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3段99巷10弄2号1楼。报名电话：02-2631-0619，02-2631-0619。为了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或者为了种植花草，如果有会伤害森林的药方或方法，
不可传播出去。积最大的福，行最大的善，走，跟上。